是乖乖的束手就擒吧。赖皮叔，你休想！这可怎么办呢？为了小妹妹不能投降，可要真被抓住就惨了。我不怕不怕，什么都不怕。赖皮叔，我跟你拼了！就凭你！你也敢和我们大王斗？就凭你们敢和我斗，你要有胆量，羊羊去抓他们啊！大王，大王，你去，你怎么不去啊？该你去，你的大钳子天下无敌嘛！你去吧，你的肉又肥又厚，刀枪不入，该你去，你什么你？你们一起上！笨蛋，混账东西，快去！大王，我还是给您挠痒痒吧。快挠，快点，使点劲儿。想什么呢？还不去？是。泡泡，过来，用金鳞。我该怎么做？快念口诀，口诀。我行吗？你一定行的，孩子。都干什么呢？都往哪儿躲呀？都给我上！泡泡，快念呐！吾心如铁，坚不可摧。哦，好孩子，勇敢点儿！成功了，成功了！怎么还不上啊？给我冲啊！他们来了，泡泡，全靠你了！赖皮蛇，为了大家，我和你拼了！小东西敢和我斗，吾心如铁，坚不可摧。吾心如铁，坚不可摧。什么时候你们都要在一起？你不走，我们也不走。快走去找真龙，找到真龙我就安心了。团长，孩子们，你们去努力吧。团长，我们会再见面的。你们快走，快走。
啊，太好了，我还活着。我是在哪儿啊？大王，您也还活着呀？我没事，我身上什么也没少。怎么不痒了？大王，说不定那个大泡泡有止痒效果。那可要恭喜大王了。大王，您的头上。我的脚，我的龙角呢？我的龙角啊！你想干什么？我是帮大王捡龙角。胡说！大王他骗您？没有，他图谋不轨。大王，闭嘴！怎么又痒了？龙角，我不敢了，饶了我吧！别废话，快给我挠痒痒！是，大王舒服吗？刚才都去哪儿了？都听着，立正！报告大王，弟兄们都回来了，听候您的吩咐。傻瓜，这还用问吗？你不知道该干什么吗？大王，他是故意的。去把那个小鲤鱼给我抓来，快点去，快去，快去！报告大王，抓住了章鱼，可是泡泡那小东西不见了。什么不见了？看大王怎么收拾你！快说，他们跑哪儿去了？赖皮蛇，你休想抓到他们！把这老家伙给我带走，我要让他看看到底谁更厉害。大王您别生气，虽然他们跑了，但是我们成功的抓到了他们的头，我们成功了，是不是？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，我们成功了。胡扯笨蛋，我要他们所有人。笨蛋，一群傻瓜。他是从谁的鼻子下逃跑的？谁是笨蛋呢？对呀，大王，他们是从您的鼻子底下逃走的。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，我是笨蛋，肥鲶鱼是废物，他们都是。泡泡，我饶不了你！肥鲶鱼，你要是抓不到泡泡，我就大王废了你！你们要是抓不到泡泡，就废了你们！跟上，千万跟紧。大家都跟上啊，没事出来吧。总算是出来了，真危险呢。又是章鱼团长，杰克，我回去救章鱼团长。阿库，算了，你们都是胆小鬼，都不想救团长。别说了，真要勇敢，刚才就冲上去打。我们能出来是对团长最大的安慰了，你们说是不是啊？团长肯定会没事的，我要等他重开表演团，可我没法唱歌。不唱了，反正马戏团也解散了。你等什么？你知道唱歌是我的生命吗？大家别吵，忘了章鱼团长嘱咐的话了吗？现在最重要的是寻找真龙，才能救我们大家，救章鱼团长。就凭你们这样婆婆妈妈的，还想找到真龙？笑话！我当然能找到，我头上的鳞片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就是，阿库连团长也不信吗？够了，我不想听你们说话，我不会和你们一道的。你说什么？我不会和你们这些不动脑筋的人一起去找真龙，我有我自己的办法。再见了。你去哪儿？看看我们谁先找到真龙。你不能走。我们要在一起，章鱼团长的话你忘了吗？我们要相互团结，相互帮助。凭你们，你们还是照顾好自己吧。阿库，别说那么多了。阿库，你会后悔的。但愿你说的对。这儿这么大，找到什么时候蛇头啊？我们连目标方向都没有，走来走去真的很难找到真龙。奶奶，奶奶，你能帮我们吗？奶奶，真龙在哪儿啊？
美美，你嗓子好了吗？唱支歌吧，我特别希望听你唱歌。我唱不了歌，真的不能唱，我的嗓子。美美，别难过了，下面由著名男高中低全英歌唱家我给美美献歌。朋友们都不想找了，谁愿意没有目标的乱走呢？今夜无人入眠，因为大王不痒痒。挠挠挠挠，难听死了。知道什么是难听了吧？你现在的声音比我好一万倍呢。你别哭了，我给你表演我的绝技，不比泡泡的口诀差，我可是入铁坚硬无比。美美，你别难过了，你要是再不开心，我就只有笑了就是不生气了。你说我不生气了？你的声音一定能恢复的，别着急。谁急了？我不是为自己急，我是为泡泡急。泡泡，别哭了。哭没什么不好意思的。真龙不会那么容易找到，我们会陪着你。对呀，妹妹，你说干嘛我就干嘛。快逗他开心。是，泡泡，你看看呢。泡泡，你看，双面鬼多可爱呀、啊！笑一下，笑一下。笑一笑，泡泡，你不会笑了吗？怎么才能让你笑一笑呢？奶奶望着我呢，我一定要找到真龙。泡泡，你别伤心了，我也想念章鱼团长。奶奶，孩子，你们一定能找到。你们走，你得留下来陪我们玩。陪我们玩？不行，我们还有急事呢。那怎么行呢？他们也不会答应啊。对，不答应。泡泡，泡泡，你不是有鳞片吗？念口诀。对呀、啊，快念呢。口诀？我们也有口诀。我们的口诀是：好东西拿来。
你们这么做，家里就没有人管你们吗？把东西拿出来吧，拿出来吧。泡泡，他们欺负人，快念口诀。泡泡，念口诀。我心如铁，坚不可摧。我心如铁，坚不可摧。啰里啰嗦的，说什么呢？什么我心的？妹妹，别害怕，有我呢，我来了。让你们看看我的厉害！妹妹，我来保护你了。双面龟，我在这儿呢。好东西，不要干什么，我只会唱歌，我只会唱歌。唱歌，唱歌，我喜欢。太好听了，真好听。我想我妈了，好久没见到妈妈了。哎，你们为什么哭啊？我们哭因为我们太可怜了。奇怪，一定有原因，怎么一下子就不见了？我好像看见是给一条长长的东西给卷走了。妈妈，小妹妹，妈妈，小妹妹，我说面龟可不是好惹的，来来，这个来。得了吧，他们早就跑没影了。什么都跑了，太好了。没想到双面龟还是挺勇敢的嘛。一般一般，我刚才有点跑过头了。你知道歌声的力量了吧？我早就知道美美歌声的魅力。这里不能久留，我看我们还是赶快上路吧，快走。看，这是我们经过的第七个路标了。地图上总共画了八个路标，这么说再过一个金蝉路标我们就到了，就快到了。你们看，金蝉路标，那是最后的路标了，我们就要到金蝉乐园了。金蝉乐园就在前面。过了前面那道坡就是，看我们谁先到终点。你抢跑了，这不公平。等等我。难道就是这儿吗？我不信，乐园不该是这样的。也许是有人使坏，故意改了路标的方向。是谁会这么故意捉弄我们呢？肯定是那条赖皮蛇。糟糕，让他抢先了。哦，我有个灵感。哦，你要干嘛，双面龟？我去试试，也许能行。双面龟，哎，你要干什么？双面龟，小心呐！如果发生了什么事，不要忘记我呀！双面龟，一定要小心！